兄又开发了一个叫做人还活着可以盖的啊，是蓝色的。这个是用一个蓝色的布，然后去印刷金箔的字体上去。啊，这里有写说直接当凉被用，或者是放入被套或枕头套内，直接接触人的体温，睡觉时受到众生干扰。很严重则帮助很大，这个就是代表说你常常做夜梦，啊，流夜汗，然后常常类似忧郁发作、忧郁症发作，或者是躁郁症发作或恐慌症发作，然后医生开给你的药你也有在吃，但是效果不是很大，我们就怀疑他可能是不是卡到以后。没有任何的好方法，那可以，尝试用这个蓝色的头脑里背。